来自天狼星信息。关于旧有掌权的人都已被取代，编译者来自天狼星的 Frank。 问候亲爱的人们，我们回来并且带来好的消息，伟大时刻的时间点正在到来。阴谋集团的主要元素首领现正被逮捕，那些负责规划这一系列受瞩目审判的人正在为正式报道这些有重大意义的事件设定日期，而这只是一个真正巨大冰山的一角。对于公告的长期等待正接近尾声，我们观察到阴谋集团已逐渐了解他们恐惧的时刻已开始显化。为了要延长现在正在玩的猜谜游戏，他们已经编造一个美国国内经济的虚构画面，就像是凤凰过去几年在某种程度上的从灰烬中浴火重生。事实上，他等待着最后的一击。世界经济正陷入集体的债务，那是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许多倍。世界各地面临的灾害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够被扫到地毯下，你的地球面临的灾难不能轻易被掩盖。阴谋集团已长期将世界视为其个人所爱好的事，而那些已经被纵容的大规模支出狂欢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唯一的出路就是全球性债务减免，此解决方案是阴谋集团拒绝接受的。全球债务减免的财富如果被正式的授权，他们害怕自身的权利将面临巨大损失。这些虚伪的巨头们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都不容许给世界人民自由和尊严，他们致力于维护非法工资奴隶制度和深度的债务，因为这将使你们安全地在他们的控制之下。这种反抗就像是过去所预见，实际上一直是一大福音。它允许我们地球各地的盟友以取得必要的法律手段，将阴谋集团从权力的舞台上赶下来。目前，我们所谓生命与光的代理人已经取代那些被我们以合法监禁的人。当新的政府接管时，所有的这一切将会显现。在此之前，我们正尽我们的本分，尽可能的让转变顺利。庞大的债务需要被公开，然后得到完全的原谅。关于初期在任何方面上首要先决条件的争吵都是荒谬。这个国家的债务买卖只是个幻觉，它是一种控制机制，是阴谋集团故意去设置要维持它的债务驱动的经济。除了实施各种各样取代来使得往常一样的猜谜游戏继续，我们一直忙于建立我们和那些将要取代那些不法行为者的人的工作伙伴关系。那些不法行为者现在仍然在你们全球政府占有主导的地位，他们每天榨取你们的金钱和财产，他们做出那些本不应该由他们做出的评判。每天的非法活动数量是非常令人吃惊的，我们不能等待打包送走这些恶棍。相较之下，新政府可能首先会让你们大吃一惊其透明程度，并且将会以尽可能有用和尽可能诚实的方式互动。政府需要被看作是一种工具去担保你们的主权和福利，而不是坚持专为自我服务的特殊利益。新的透明度在某种程度上将近似银河的社会，随着你们意识的成长，你将会变得更加了解政府，而它存在时如何的必须严格尽职尽责地让人民监督。这是你们所需要监督的事，直到大规模的登陆发生。正如你们现在所知道的，现实已进入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现实，这将有益于你们去仔细观察社会的每个新元件，以便了解它是如何影响你们整个世界。
由天堂允许延迟的不同的碎片，一旦开始流动转变将会非常迅速。这一次已非常接近。阿努纳奇人 Anunnaki 取得了近13000年前一项神圣的协定，详细阐述了一些标志着这项协定结束的自然事件，并且预示着人类光明的新时代的崛起。这些信号正在出现，一个新的现实很快就会降下并永远改变你们的世界。这是天堂神圣誓言，我们作为这些誓言的导师来到这，并保证长久以前所颁布的改变显现。天堂正将你从当前有限的意识状态移动到全意识的自然状态。在你的自然状态中，你将会继承责任，我们将会一起承担那实施永久的当前的宇宙和平协议。祝福。我们是你们的扬声大师，我们今天带着喜悦到来。许多之前提到的自然天体事件来了又走了，只有少数几个还没发生而即将要发生，并且这些都非常接近发生。当它们发生时，它们使你们的世界离它的神圣命运更近。这些事情是一个充满光、爱和繁荣的新现实的神圣预兆。天堂的每个角落都在准备着用一场能量的演出迎接我们，这将会标志着你们新纪元的开始。同样的，我们也与我们的同事准备宣布我们即将到来的日程，并开始一个运动，这个运动会引起你们当前政府改变。这个改变将会导致你们的解放，也是让你们的星际家人很快在你们最美丽的生存世界着陆的一个正式的宣布。阿加森 A. Garza 星号译著，传说位于地球核心的城市，俗称阿加莎、安莎尔、阿加森，他们的家园长久以来就为我们预备着，并且也准备宣布他们存在于你们辉煌的地球母亲的内在王国。这个星球长久以来就被分割成两个独立的领域，一个存在于你们脚下，并且派出代表安静地生活在你们中间，另一个是在地表，也就是你们居住的地方。阿加森在地表领域的探索者带着大量讯息回家，这些讯息用来确定以最和谐的方式来让地表人类准备去了解到阿加森的存在。因为阿加森人也定居在那里，他们也希望在恰当的时间以最适合的方式做出贡献来公开这一讯息。当这些讯息被广播的时候，我们，你们的扬声大师将使用我们的影响力来对有关你们许多宗教习俗和传统做出正确陈述和澄清。这些真理可以为你提供的机会更多的了解全意识和计划，以返回你们正在这被启发和神圣的状态。在此状态下会有的经验是我们也曾有过，当我们达到我们现在享受作为不朽的精神状态。在这个令人兴奋的状态中，你们将重新发现你们究竟是谁，以及很长时间之前你们为什么来到地球母球这里。这一认知将会是你们为了对伟大的合一的神圣服务所要实现的一切基础。为此，我们正准备我们作为你们神圣监视会的作用。这个服务的一部分是引导你们，并准备好我们作为你们神圣的辅导员，来教你们更多有关你们在一个银河社会中的职责。圣光知晓你们将可能如何回应这个领域，并提供日常指导监督地球人类那新神圣社会启动的最佳方式。你们将和你们的阿加森家人团聚，并会进行初步的这个新的社会职责，随着扩大接触到我们姐妹的行星，开始凝聚这些世界进入一个新的星际国度。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并且喜悦地期望着我们共同的神圣命运。今天我们讨论了你们期待我们改变你的社会，以及你们准备返回全意识的内容。我们也提及了你们新的星际国度的创造。天堂主持的荣耀将会被所有人看到和显化。知道吗，亲爱的伊们？事实上，天堂无限的供应和无止境的繁荣是属于你们。就这样吧，合一。欢庆。天狼星人与你们在合一，喜悦之中。谢谢收听。感恩祝福。Thank you.